在2022年5月8日举行的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投票结果如下：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先生所得的支持票数是1416票。我现在宣布，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先生在上述选举中当选。恭喜李家超先生。多谢大会俾机会我喺呢度讲好简短嘅说话，去衷心感谢每一位选委，无论系支持我定系唔支持我，我都衷心感谢，因为你哋今日系支持咗行政长官选举嘅投票人。我亦都多谢在座每一位出席嘅朋友，以及在電視機旁邊睇緊直播的香港市民。我是非常感謝每一位對我的支持和鼓勵。今天是行政長官選舉日，是重要的對我來說，但是今天亦都是母親節，亦都是佛誕，亦都是國際紅十字會所定的世界微笑日，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可以很開心地迎接今天一個這麼有歷史性的日子。